多呢，就是爱永恒，永恒，万年、千年，生生不息，唯有法，善的法，看不到，道理是看不到，摸不到，但是呢，影响天下，请求萤火虫，平常看不到，等待需要的，它飞起来，在暗角，大家人拢唔知。那当咱伫咧黑暗，无明伫咧起，所以需要的是萤火虫起来了，就飞金菇来抓咯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这就是灰金菇。我也期待啦，做一只灰金菇，希望呢，这只灰金菇啦，甲大家人呢，迄、那个光亮来汇合，跟大家说，前面呐、啊，前面的道路需要光，需要点。有这个光点呐、啊，来汇合，引导人生正确方向。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启发人人发心立业。哪怕是一只灰金菇，都不要轻视它。我们要往前飞，而且呢，还要硬。因较侪人来投入，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